错误啊。昨天是打完谁啊？我想一下啊，打完董卓。嗯，不知还有几关要打哎，而且我还有那个旁副战场没打的，还有一些没打，好麻烦。是男人就是要单一的。长按奇输入奇数可以延长距离，有没有加速攻击速度？按住！この水門縄で吊るしてあるようだな。ちょっと近くを調べてみようぜ。速速打完，速速走。哇塞，好痛！超痛呢！装备该升级的意思吗？咬鳄鱼，哇塞，两下三小啦，一下两百是怎样？怎么那么痛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里变哈扣了你。哇，十四，难怪那么痛。那、啊、你不会帮忙打哦？谁全化掉了？屁的，好痛哦！为什么自己的都砍那么痛？还是因为我士气不够？我就不希望打不赢你。
好痛哦！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不能那个哎、欸。快攻击啦！好吧，有点痛。啊，快打！你真的很废。球了，我明明就按圈呐。他是土木克土，木克土，木克土，这样要用木打他，要看木桩，木桩有没有什么木加超多的刺客，可是刺客防御很低耶。防御76，奇数加移动速度，江风之虎。啊，要三克土装啊！我记得有个土装克很多哎，在哪里？36。啊，有了有了，黄金好甲装。我就不信这样干不死你呀。这样走干得赢了吧。啊、嗯！然后要用风舞打他。不信我干不死你，结果偷袭是最快的方法。干将莫邪，风属性的，
看你怎么又倒了。助かった。看自己的到底在痛几点啊，我是在玩什么哈克模式哦。这是干嘛的？意义何在？暴虐子，要的话尽量还是拿地心装备。绝对有诈，这是刚刚上来的地方。啊，你不会帮打哦。哦哦哦！啊！会跳上去啊？还是地方可以爬上去？我要给他尬死尬死！哎呀，两只哎，好危险！跳不上去了，向后转。看装好歹给我三星，
总锁定不了你。哦，是肥肥。你讲那么多屁！哦，十五，呵。好痛，好，哇塞，这上面没有复活点呢，但我要再绕一圈哦。Oh my god！这样绕一圈呢，掉掉绕走走掉绕化境大师，这里没有什么身体。那里有梯子，好，跳不上去。哎呦！
哎呀！他就是要叫你乖乖走右边就对了。好，这可是前面有那个士气不够。旁边有那个。谁？哪个小混蛋在偷射箭？哎呀，没事。应该就是开门要绕回来。他那个最高的高度是到哪里啊？会不会有那个高度掉下去的得更好？下面有没有养鳄鱼？哇，大只的！这里有那么多地方可以钻了。
就等你转头你就完蛋了。他真的是眼拖。他们在看什么？哦，射箭场。放放多打狗。那拢是箭子啊，叫我当阿秋。哎呀！泰山。回来这里，那里是开门，亮亮。九的话应该打得赢那个吧，打得赢那十四个，只是我怕他突然来一刀，突然把我毒死。大只的，还是你？好，还真的还有一只。好痛！注意哦，四星白马。哎，不是这个吗？还是别的？九十二抗水的，话说这有种都没看到小鼻子。哎呀！
这里还没开通相应。拌饭喽！白沟四星。雷抗，欸，不利效果增加 2.7， 不错，哦，三品炼钢。啊，这要从下面上去。为什么这里有？到底为什么死在这里？红色是什么意思啊？开啊！我的啦！啊，那里要开。装备，哎呦！这是回去，开。
欸，你会养鳄鱼吗？还真的有。这是刚刚那个上不来的地方。所以我等一下重生点在那个这里。防御。加四主攻二星不好，大肌肉，加五暴虐头环，你评价慢一些啊，但就是在拆那个墙哈。你也会啊。好硬哦！超硬的，一星而已，可以不用。干鸡死的。一只假死，靠腰。诶，哦，不要不要不要。他的为什么反击有点难用啊？他的那个化解怎么好尴尬？要挥刀直接。
还有三下、啊，三星大木拳、啊，你怎么打、啊？都不来了吧？算了，放生。有点难跳，是通哪里？该不会是刚刚那个哈奇的地方？地啦，这样也算落下伤害。Oh my god！对，没有路。走开啦，兵马俑。做怪呢，你不动，我不动。
手。脚快没水了吧？哎，这算了，不，理你，有够硬的，他硬三小的、欸。这只是，这只也是，妈呀，旁边是不是有路啊？这是多你阿嬤这时候来高顿不是吧？来啦，单挑！哇、哦！哎呦！哎呦！下去的高速，三星的豪腕，等一下这个要换，新手套装留着，这个丢掉，这个要留着，这是特点吧。这里又是哪？我有点想去跟兵马俑打架、啊。那后面感觉好像有东西。这里还没开，开，抓好啊，爹的！とっとと片付けちまうか。那个线，
更狠。我来复仇了。哎呦，好痛！吸血还我！这里不知道拉下去了哦。你们怎么都吃？哎呀，你竟然会在这！四星大补，哎呦！水位下降的话，去那个楼下看看。二星沟里。嗨，我还以为这下面会有东西，你总从我后面来。可以直接又不划算的东西，话说我还没打那个桥对面那个不知道我屁哦，关我屁事哦。看看有没有饿。
应该到最后顺序的话，应该会回到一开始的地方才对，因为那大桥还没开。看到哎，有没有按到吗？哦，谢。跳杀，跳杀就像个 BB 一样。这一只其实我其实都是用暗杀在 K 它，所以我就习惯用化解对付它。啊，夏侯渊，你在冲单脚？要打不打的，去你的夏侯！等一下，我们把那个谁红金造出来，增加一些好感度。哎，可以叫神谱哎。哇哦，还可以造几只啊？哦，只能造两只哎。哇，两只耶 ！Oh my god！ 要先打大只的。
了吗？奥斯加，哦，你的药啊，找到就是这个啦。哇塞，两只不是吧？现在叫我回去打还是怎样？安心的加五。这里应该就打完吧，然后那里奥女子，开不了门哦，在这里吓死我！他刻意弄成这样。大木锤。
助攻了，出售。三星以下，应该要弄二星以下。啊，对对对对对。切换勾选，我有个棋子没插到，去哪里？要不在塔上之类的。上不去了，二明下这样也能打，喂你吃药药。我ら目標上を奪還せり。呂不韋は姿を消したようだ。さてはおじけづきやがったか。なんで炎症の部屋が。やりやがったな。え、ジン。你会发现那些武将魔化以后都超帅，可是他变成一只臭鸟。那个哦，
还没死。每个人被打完都要交船。东尼，どうすりゃいいんだ。離れよ、妙才。加工現状はここで終わる男ではない。因为在这个历史里面他没死，所以救了回来。烂蛋，軍の申しにあるところ、常に先陣を切ってきたのは俺たち加工一族。猛徳の道を切り開く役目は我らのもの。兄弟同然の総任を狙う奴は俺の意志で仕留めてやる。え、では話す、多分不是很喜欢、现在不是很喜欢做大逃杀、为什么？なれど妖魔と化した拙者を制するほどのお主の戦機、この目で見て、ソーニーがお前を隅に置かねえのがようやくわかった。まあやびだちそういう。もはや憤慶に至ろうとも迷いなし。ソーニーの天下を一直線に掴んでやる。お前に誇れるようにな。哎呀，他们还没称霸的时候都死光光了。Tony。啊、这个每个人都要带一个就对了。世話をかけたな。よくぞ戻ってきた。そう、猛徳の天下を見るまでは死ねぬ。剧情要帮他变成独眼，就是要这样子做。呂布軍の旗が勝敗場に立ちました。呂布名、早くも矛先を変えておったか。现在几分？9:55。那应该不能打剧情了，不然时间太长。等下去解一下副战场吧，然后明天再继续打。快的话，应该下次就可以把破完。劉備殿の留守中に城を奪われたと聞いたが、酒のせいで出なけりゃ遅れは取らねえ。だからあれほど控えようと。すまねえ。この罪は命を持って償え。このバカ者が。このバカ者。还可以谈到后面。エキトク、命を軽々しく捨てるな。话说他们为什么不把胡子刮掉？他们把胡子刮掉，其实也挺帅的。兄貴、そなたが死ねば、私も死なねばならん。なら、この俺が。一人であの城を取り戻す。
任せてくれ。水臭いことを言うな、生きとく。それがしも行く。私もだ。兄弟の過ちは兄弟で償う。まあ、は果てにやるぜ。曹操就一脸在那边耍猴戏。そなたも手伝ってくれるのか。仁と義の志、ありがたきものよ。废话，我谁？话说上一张的旗子到底在哪里？换张飞了。この助手は領主の我らがようやくたどり着いた。せっかく得た守備の任を見せ。要去开他后门。できれば曹操殿の力は借りず、我らの手で奪還したい。一剑入出世。等下打打看那个是干嘛？何か聞きたいことは、他这个水锤到底有什么用啊？また来るのじゃぞ。この里の方々はこれもいつか戦の。好。ここが荒れ地だったこと、すると以降。你们都在讲一样的话。交渉が心配すんの。しすぎも考えもんだね。え、話说大木锤是 A 减 C plus。E plus， 它可以加火。石破天惊。一绝伤害，锤跟斧的那个相性差不多，压四四百多，四五七，哎呦，哦加七耶，五百零一。话说我衣服都没升。算了，先不升，让狼牙棒升一下。哦吼，五百零三，碰死你菊花！开门，啊干！去开他家后门。哎，曹操也跑来了。ありがとう。あん、これでやっと普段の暮らしに戻れ。
哇哦！啊，你又……这不是普通的鸡吧？没有加速量的石。谁呀？还睡觉不起啊？原来他可以直接从后面来。啊！好啦，你这次又换什么钥匙剑呢？阿哥，私でもし持ち主とかいないみたいだし、箱を開け、じゃあね、鍛冶師に頼めば箱開けの。はいどう。箱を開け、じゃあ鍛冶師に頼めば。これでいいか。箱を開け、じゃあ鍛冶師に頼め。要是垃圾哦，妈呀，垃圾！哦，这改可以。烂东西！你起来了没？哇塞，他死掉是从最近的点，跟对话一下。全部なんかいいの入ってたか。どうする？あの人ね、なんか生きてはいると思う。ご機嫌よ。あの人ね、な生きてはいる。就开了一堆乐色，你都来了。世俗と交わらぬさ、お主とは一。世俗と交わ、お主。あ、それ。なるほど。すごい。なんだか。どうぞ。こんな何もない町地区かよ。啊，这个去找丈夫的怎么不见了？他没有回来。孫権様亡き後、家臣は皆家の行く末を案じておる。わしらにはお主も鍛錬に付き合え。そなたにいいところを持っていかれるばかりで、帝府の申し出を受け。そなたにいいところ、帝府の申し出。虎肉计。啊，你老公还没回来。お酒に合う珍しい味がする。今度旦那に。啊，你老公都不在啦。这里跑过了。哎呦。真の敵は己。なるほど、まあ点であったわ。なるほど、なるほど。
参将木器。看我记得刘备拿的是直雄双股剑。铁二，四星铁二。哈。你还吃不够？然后再去熊猫那边看一下，然后再去把一线的结一结。可爱动物园区。一二三，这里报一次四。嗯嗯，増えてこれ、お礼だよ。あの子たちは、ほら。一二三四五六一，阿布奈哦，七。八，哎呦，现在八只哦，全部收集完，我这何か聞きたい。一万多，这个到底有什么用？还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弄成那个？重点是这只要七千，是男的就要换它。这个好事啊，五百，然后再抽个双减双。算了，到底有什么用？掉落率 A， 所以它是掉装。还是这个是练习模式。哦，训练模式。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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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魔影遮天，那你吃吃五百加的棒棒。哦哦。放攻击比较低，三个旗子，两个旗子。
大老虎没有。看来又单调。好恶心啊，都蜘蛛。老虎星星，都是垃圾。二星锤，我才刚换一个一星锤就二星锤，你真是。被你气死嘞、欸！吃饭饭。我要把一切拿去喂它，给你吃。突然在叫我。干，早就知道喂四期。太软了，
边是下来。还有一个棋子，这不在你家后面吗？棋子在哪里啊？随便。返回为工作不战。啊，看你阿妈。它还有这个缺点，读取超久的。还是我没有要打明天的事。他就只是从那个打完王的地方开始，然后再回去，就只是出进去然后再出来那种感觉。他那地图，真的是经费不足啊。要的话之后他们真的就去叫 AI 帮忙做武器就好。讲boss，再射再射哈，再射再射，哎呦没办法哟，啊不锁定就是打不中你。
怎么有？所以把所有东西都凑个四星。哎呀，你在这啊！又是代工。冲过去跳跳空气，还有一个小的，哦，まんまと現れたか。悪いが、手柄を立てぬとわしの策でした。これぞ確信。逆進曹操には。ここで死んでもらう。どうにかけと任せとけ。手柄は山分けだ。ここまでやるとは、ひじねえぞ。
妈的还加布。やはりお主は日本の足の目に狂いはなかった。さあ、退散するとしよう。啊，我没拿到。哦，再玩一个就休息。为什么还是不能许？桃源生死。就有刘备久违地雷锋。はい。そなたと魔黄金と何としてでも民の名に。好。この官軍は捨ておけ。照顺序走了，好、你的地图变了，之前是没下雨。あれだけの妖魔をこのマターを弱気を助け強気をくじく。ここほら貴殿の牢
忘れませんぞ。妖魔もとっちめたことだし、さっさと帰って、宴の準備をしねえとな。这爽的吧？不行不行，这个不算，再赢。对，这是董卓，虎牢关打。瑶光，孙坚匆匆离去襄阳。好，这个破完吧。这里是打那个饕餮的地方。打炼钢，哎呦，这里竟然没有人来帮打，谁啦？哇塞，怎么一发那么痛？真的很好啊，地图就一定要从打王的地方回去，应该是说也没有到，就只打一小段。谢谢。换招。
这只有一定要这样干他。不然直接打他，超浪费时间。他就是要捞回去就对了。哎，给你三个响锤，哦，吃饭饭。好弱，来吃饭饭，要叼死。这个的话要这样，上面的桥过去，那个 tempo 还是没抓好。大水锤的还好。杀好杀满，
作怪。他是送箭矢吗？这还有谁？这 BGM 不是都是有怪的时候才用？好笑啊！拜。それなるはこの国を滑る帝王が持つ伝国の玉よくぞ取りもさこれで祝賀せやあ、好休息那是假货吧好，那就先这样了，明天再继续啦，明天见，拜拜拜拜。